欧莱雅就看得起咱们了，看得起咱们，兄弟们别急，就这次卖我卖完欧莱雅，我下次卖我其实我跟他肯定跟他谈。来老人来，看得起咱们了。老人做什么？老人，做什么呢？哎呀，咱俩今天穿的穿着真合适，对，是吧？一身黑。哎，这一样搞首音乐还不错呀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你听这个音乐的时候，你就在那，你老妹儿，你就围他上，你就围他转圈。好好，嗯。兄，我今天跟他穿的挺搭的啊，是不是挺搭的？啊！哎呀哎呀！哥，你放什么歌？我放出来，我放有点重放危险的嘛。来来来来，重放危险的嘛。给他听一下，他听不到音乐，他把我当傻子。老妹儿，我跟你说，老妹儿围着你转是更好。你觉得呢？叫那个华姐等准备一下啊，下一个。老妹儿围着你转是不是更好呀？老妹儿，哎，可以。来，别，我围着他转，男生得主动啊。来，起。你们俩这样转就是没有感觉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你怎么转？你应该转的时候要盯着他的眼睛转。啊，你转，我看，你看，兄弟，我哥，你教我一下。我教一下，我教我弟一下。好，教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好。啊，准备录屏啊，兄弟们啊！哎，兄弟们，别拿呀！哎呀，我忘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他妈没反应过来，他还没录呢。我没录，没了。不好意思，哎，小雅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教我弟了，他会了吧？好，来，会了，来试一下啊。预备起！哎，你的眼睛，怎么了？眼睛盯着看呀！啊，你再来一个，稍微递近一点。这个是什么品牌啊？是这个啊？啊，花洒啊，花洒啊！来，啊，再来一个。预备啊！你再来一次，我看怎么盯？啊，兄弟别录屏啊！老妹儿，你要注视的，你看。好，来。别急，老弟在这儿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走。你看，哎，就这样看着他，你看，哎，就这样。啊，好，懂了，来，快点，兄弟，不要录屏啊，兄弟，我叫我弟了啊，预备，起。兄弟们，老妹儿来，老妹儿来，我在这，不好意思，这行不行？这行吗？我这个自由啊！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这是小赶紧卖货，好嘞，卖货了，别忘了，好，兄弟们啊，给兄弟们看一下这个花洒，不要录屏啊，兄弟们，去不看一下，他这个花洒，你介绍一下来，哥们儿。咱们是江南阳光品牌啊，家是什么？江南阳光品牌，这我们合肥本地的吧？合肥，咱们合肥本地的，我们合肥本地的，助力合肥，助力家乡啊，这个合肥本地的一个企业，叫做什么？江南阳光，江南阳光是我们合肥本地的企业啊啊！你看他们家这个，它是一个五档可以调节的增压花洒，五档，对，带有一键止水的一个功能，一键止水，这个好换啊！你看，回家把它揪开啊，就可以换了。啊，九开，它里面还有过滤，还有过滤，看到没？一个里面还有过滤，看这样一键就可以止水。这个过滤的一个可以，这个过滤的可以用三个月啊，一会儿还可以会有正的这个过滤器啊。对，可以过滤掉泥沙铁锈。对，咱们是一个软硅胶的出水孔，能够防堵塞、防分叉，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安装，咱们接口是万能通用的，万能通用的安装。对，好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洒啊，来准备，通用的，看好了啊，来。我们这个压强现在调的就跟大家正常压强一样的啊，看啊啊，这个是小的这条，看到没？对，你瞅瞅，全钉地上了，好，这是一个，放近一点，好了，来。
他跟你说，他这样啊，他这里个你看一键止水，看到没有？对。哎，看。一键止水流开。哎，一按。是因为到，假如你给你在冲给小孩子洗头洗，你要一键止水。哎，你把，你不要在上面去再掰一下，对吧？你就放放洗一键止水，然后再打开。啊，这个就方便你用啊，方便让洗头啊，给小孩子洗东西啊更方便啊，洗头更方便。好，你看这个拆卸都很方便，这应该没有水了，看，不漏了，不漏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如果是故意的，喂，我如果故事我是你弟，我真不是故意是吗？我要是故意，我是他弟啊，啊，兄弟们啊。我关灯。好，兄弟们看啊，你看这个酒也好酒啊。来，哎，怎么还有水啊？怎么会有水呢？那我不，你别这样，哎，你别这样，这样，你别，你没留紧，你看一下，你看肯定没留紧，你没事。别啊，别啊，你看高啊，别，哎，关灯，你看又搞到自己了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我们好好卖啊，来，老妹来，来端走，把它关了，别，端走。别搞，够了。来，兄弟看啊，这个花洒，看没？这个里面是过滤的，然后呢，这可以一键啊开，有五个档位，大家都看到这档位了吧？这个是我们合肥本地企业，啊，叫嘉兰阳光，结实吗？结不结实是吧？来，对，来就坐一下啊。来，把它拿，再过来，来拿过来，我给我们看一下结不结实，来拿过来。假如我们这个洗澡啊。你个子要有两米的话，等一下，哪有两米的人啊？万一呢？谁两米的人？讲也对啊，万一谁没，万一你看你，这个没，这个没安上的，哦，就拿这个摔啊，连着这个把，连着这个管子摔，更有力量。假如一个小孩啊，假如你四岁宝宝啊，洗的时候，哦，好看一下啊，好。你就看有没有烂就行了，哎，就看，哎，嗯，啊，穿牛仔裤，你这弄什么玩意儿呀，你啊？好，兄弟们看啊，我们调档，没开水，你这玩意儿，搞一地水呀，看，好，哎，不是，假如万一，你看。好了，停，好了，咱呀，不是，万一有人这洗澡的时候喜欢甩这个呢？哎，谁喜欢甩？你不要老坐这种车。这讲的可以了，来，拿着吧，差不多啊。哎呀，这么好，兄弟们啊，今天在响哥直播间啊，把那个增压的视频拿过。这个啊，我给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增压的视频。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去，我们自己的水龙头啊，咱们公司自己的水龙头，然后拍了一个小视频。就一个是其他，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的，一个是他们是增压的，它是有点增压效果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，对不对？那开亮一点，哎呀，这又亮了呀，啊，一个冲的高一点，一个冲的，你看到没？这是我们，这个是别人家的，这是我们他们家的，看到没？你看一个冲这么高，啊，我们自己，我们也担心它那个机器的压箱大，对，啊，水的压箱大，所以呢，自己好，咱们也自然水，你这一个多少钱？69，还是有一点增压的啊，一个69。啊，今天在响哥直播间啊，这个七天无理由，坏损包赔，也有一年用坏包赔，如果一年内用坏包赔啊，响哥今天咱们也有几个，也有自保的啊，一年自保，别看他29，一年自保当然有啊。响哥今天啊，一个，再给你来五个滤芯，这个要因为你这里面滤芯要换了，对不对？里面附带的有一个啊，五个滤芯里面附带一个，是不是六个？对，今天响哥29.9。这样吗？啊，29.9啊，是不是29.9？对，29.9，29.9，上车了，我问你。好啊，两个颜色，颜色你们自己选啊。妈呀！你看，滤芯要经常换啊，就这种，你看，这是一个月，没事，两个月、三个月的。对，它只是过滤掉你家里面的一些那个水里面有沙呀、有锈啊。但是如果你不想过滤，你看，你这样的时候用五个用完了，咱就不要了呗。
哎，这一样也是可以用的，因为工人不就是稍微给他加点压嘛，对吧？增压花厂嘛，就是增点压。啊，是9.9上车了，兄弟，一万单了。里面没有滤芯也是可以用的，没有滤芯也可以用，要管的嘛，你直接换的，它都是螺丝是不是都一样的？通用的啊，通用的型号啊。15,000单了啊！你像花儿一样的美。来报名了，2万单。兄弟们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们这个一共卖了多少单？这个我们卖了多少单？30万单。上次卖的是那个是另外一款，另外一款也是他们家产的，这个是我们合肥本地企业啊，嘉兰阳光，是我们合肥本地企业啊。他如果做的不好，我直接带我们员工去他们总部来把他们楼给捅了。啊，不是你这样说的，啊，老板来了，把他们那个老板给带回来。啊，大哥换衣服吧，再换个衣服去。那去搞一个衣服来，搞个干的，给他头擦一下，给他头擦一下。啊，搞一个干的衣服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放心吧啊，带到我家代管，多少单了？啊？35,000单了。好，35,000单了，兄弟们啊，29.9一个。再给你送5个这个滤芯，里面还加一个啊，没事，它这个里面滤芯要没有的话，也可以用的，一样用啊。对，只是它这个增压，我买回去增压效果。好，40,000单了，好，去吧，老板。郭老板啊，来，小熊妹，你来，华姐。兄弟们，咋了？华姐一会儿休息了，必须来，我们让华姐啊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呢，我让。